如果不碰到的话，就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。哎，这球给的不错，金永三，谢谢。哇，这是一个非常漂亮文化大学的小组配合啊！金永三，哇，没有想到这球自由球开出来会传到左路给金永三，金永三再做一个横传到门前，最后是交给了五号的武博勋。轻松的推射得分。对，因为门将在也在第一个门柱这边球，他的这个防线已经被穿了哦。金永山很有戏耶，今天上半场比赛两次助攻哦，两个进球都跟他有关系啊。手直的，然后接下来呢，突然又在这一个左路呢做出了这一个横传哦。文化大学虽然在这个学年度确定无法保级，不过这场比赛为荣誉而战，半场打完，目前世新大学仅仅是一球领先文化大学。